好。因为啊，它有些会卡住了，这小鱼。啊，小鱼0.9。对啊，所以会卡住了。所以我就不知道它的料到底好不好了，我不管了，反正我都抱下去了。啊，待会哦，你就会看整个卡到密密麻麻，我要清一下。好了，然后再把猪这边的猪子，姜猪，一样倒下去了。好，角度没变了。这个你不用漂了啦，为什么呢？它根本不会吸啦，它没磁性啦，它会掉到这边来。好，来。好，这样。0.6/3。80。70。70。121.2。好，好。现在也不能随便抗议啊！现在怎么抗议？被现在可以吗？它有特别的，就像前大概3-4年前，沙拉越要从马来西亚独立出来，但是那时候是你们闹那么大，闹到独立哦。要独立出来，独立出来，然后但是你一定要签署通过，不要多少。你们可以这样哦，可以随便就独立哦，签署不过啊。哦。因为很多那种沙拉越人去到马。你们想要像新加坡一样独立出来就对了。对对对。新加坡以前也是马来西亚。对啊，新加坡是被以前是马来西亚看不起新加坡那一块地。独立的，独立会比较好吗？独立，他告诉你，如果沙拉越能够从那个马来西亚政府独立出来之后，哦，比新加坡还要保留地。哦。我们沙拉越他为什么这样不会多呢？台湾大了。那你就说未来会比较好，为什么会多料？顺便拿起来给他看一下卡料的状况，一进到底比较解释。然后他们，当然啦，他们就是哪里赚钱的啦，就是投哪。反正你们有全民公投就对了啦，他就是不会过啦，不会过，就不会，他不会过就要少数服从过去啊。对啊，就变成说没有他，我没有，我们是联署，他多少超过多少就可以。新加坡很早就独立出去了。啊，这些文莱把都一样呢。哦，文莱不就会啊？文莱也是从马来西亚独立出去的，跟新加坡一样。他有钱不要分你啊！对，你看文莱独立出去了，那他是一个独立的国家，他的国家，他的那个国王在那边借有名的有钱呢。那那边好像都不用办就可以，读书都不用钱。
上山也会卡。好，看起来很多。我先按暂停。好。看一下下山。没有卡呢。啊，这里啦，这里。卡什么？料掉这么多了还卡？啊，一点九落落去啦。这个比例是没有掉下去，没有掉下去耶。对。有我这样，所以我是强烈想要这个给你筛，才有筛除的效果。对，你他妈等一下用这一块，这里又全部跑来这里了啦。对，啊，那你听到不？但是我又看这是好料啊。对，啊，两真的是，对，真的是有小鱼，这个是大鱼鳞，啊，这个是小鱼的嘛。嗯。啊，所以他要买哪一个，就看他决定了。对呀、啊。好，可是他其实这个也是在他那公差范围太大了，太大了啊！可是照理讲是这里是好的才对啊。我零点九可以塞很多东西出来啊，包括把你的偏小的塞掉啊。对，啊，你为了要救这些，跑来这边。对，那你请服用这一个药，变零点七。嗯哼。啊